时间钢琴课 La Leçon de Piano。 他的创作者是19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古斯塔夫·卡耶伯特。古斯塔夫·卡耶伯特画了很多以他的家庭成员和他的朋友们为对象的作品，画他的亲朋好友，画他身边的人和他所熟悉的环境，表现了他同时代巴黎的生活场景。面前这一幅画，画面的色彩单纯，但是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，创作于1879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的莫奈美术馆。我们看到画中一个钢琴女老师在教导一个穿黑衣的女人，金色和绿色组成的背景以及右上方的鲜花为画面增添了活力。下一集我们会去参观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。欢迎时间法国巴黎。